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哋自己嘅意志編寫我哋自己嘅憲法，將全民制憲呢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嘅本土民主反共呢個運動已經係勢不可擋，最後嘅勝利必然係屬於我哋香港人。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radio.hk 唉，好熱啊！阿哥你翻嚟啦！哇，你都好炭喎，开住冷气搞紧咩啊？睇紧台长讲神秘嘢咯。嗱，开冷气咧就要俾电费，听 my radio 咧就要俾月费，你俾咗月费未先？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咧？未交嘅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嘅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普罗政治学院将于今年7月1号摆设街站，大站位置为铜锣湾地铁站 E 出口旁纪利佐治街。湾仔鹅颈桥消防局对面，湾仔循道卫理堂，而其他街站位置为天后兴发街入口、维园铜锣湾入口喷水池、铜锣湾轩尼诗道希慎广场、铜锣湾轩尼诗道集成中心以及铜锣湾伊荣街。到时将会推出最新款的五区公投全民制憲短袖 T 恤，售价为150元正。将会在71街站抢先发售，数量有限，有卖趁手，记得嚟啊！郑重声明，敢怒敢言，满口胡柴，四眼哥哥郑锦满，四眼乜乜乜。仲有一個男人，即係好似你哋咁上下年紀咧，我因為我日日都上去嗰度做運動啊嘛，咁但係我冇手提電話啊嘛，我唔知點處理啊嘛，咁嗰個嘢咧就拎嗰啲叉喎，一隻手喺度，唔知你哋有冇睇到咧？應該有報紙賣過，咁啊佢係咁樣叉，係咁追住叉，大佬追到嗰個幾隻嘢咧，走到即係亡命咁走啦。我覺得很難過，很陰功咯。但係冇辦法啦，我都冇手提電話，我又唔夠膽一句，哎呀，阿哥哥仔啊，你唔好搞啦，又不如佢連我都差埋啦咁。咁點解硬係冇人去巡呢個巡屍包場，成日都有呢啲咁嘅人？其實我哋啱啱我哋開頭咧，就正正係有講呢個問題，就係我哋點解今日會揀嚟到華貴社區會堂去講咧，就係因為我哋就係知道附近有呢啲個案啦，同埋係啦，就係攞燒烤叉去攻擊嗰啲。都有㗎啦，呢度因為我成日都上去上面踩石板嘅。明白明白。所以香港係一個真係一個。養貓城市啊！唔係啊，成日講嗰啲咩資源設施乜鬼嘢嚟啦，都冇理呢啲嘢。其實啲動物都係有生命啊嘛，咁陰公佢已經都冇人理啦。財街揾食，正如你頭先講話，飲車房啲水啊，食啲垃圾，真係好淒涼咯。係啊，即係所以我呢、這個亦都係我哋即係做呢一個講座嘅目的，就係想盡量。講咗好耐㗎啦。係啊，講多啲一啲信息俾街坊聽。等佢哋知道，啱啱落車行過，咦，好似有嘢講喎，咁啊，入嚟啦。係即係等佢哋知道啊，如果面對呢啲情況啊，佢哋應該點樣做？因為我哋知道，其實香港人好多都即係好有即係同情心嘅，都唔係真係。唔係啊，好難喎，見到係啦，係啦，係啦，真係即係自己又冇本事啊，有本事見到個有流浪，捉曬個花養佢啦，嚇。明白明白，我哋都咁少嘅地方。正如今天不是聽你們這樣說，都不知道真的養動物是這麼難的，真的。是啊，即是正如養寶寶仔，你說一朝餵幾次奶，你就說是啊，每隔幾個小時就要餵一次。是啊，自己都沒得睡的。
其實婆婆一入嚟就已經想走啦，真係好凍啊！你知唔知啊？哦，辛苦曬，辛苦。下次你同我哋講嘛，我哋即係係俾披肩你咁樣，知啊知。我袋度有。唔該曬，唔阻唔阻。係啊，我哋都差唔多啦，我哋仲有啲傳單喺度，我哋攞過去俾婆婆睇。唔該曬你啦，多謝你。我是熱血公民鄭錦滿，他是熱血貓民的阿昌。咁我哋係啦係啦，我哋嚟緊都會即係繼續關注呢啲即係動物保護議題。譬如其實我哋婆婆辭咗入嚟啦，佢最開頭咧熱血貓民阿昌佢都有講，係係係，佢即係熱血貓民其中一個工作就是我哋而家不斷咁會去可能做一啲講座，或者透過其他嘅方式去宣傳呢一啲教育，係啦，教育嘅工作。好，多謝曬你，多謝曬你。Hello， 大家好，星期二晚嘅四眼乜乜乜，今日繼續有阿南幫手。唉，啱啱我做完喺九東啊。黃潤達地區辦事處旁邊嗰個康寧道運動場做完體育救港翻嚟，咁啊見我第一次著呢一件全民制憲 T， 咁都哇幾好睇，因為之前我搶眼咩黃色，黃色好搶眼，而家呢只黃襯我多啲啊嘛，開頭一著呢只黃咧，佢哋覺得呢只黃好似唔係好襯我，所以叫我先試下其他唔同嘅色通嘅黃先，係啦，唔同光譜嘅黃先。咁啊，同埋我的形象資料同我講啊，都係我穿 T 唔係咁好睇，因為我而家都仲未練翻，即係橫啲大隻啲，咁啊要繼續靠呢個體育救港嚟操翻好嗰個體能同身形，都係唔夠。平時自己再做多啲嘅。係啊係啊，因為我之前都有問你，因為哇你大隻我咁多咧，我而家肥咗好多啦。係啦，就問你攞你操體能嘅嗰個 schedule， 我咪 set 咗俾你。係啦，我唉嗰陣都有跟住做，跟住但係咧又懶。跟住一排之後咧，就冇做啦。有陣時有時唉攰啦，通常因為我夜晚臨瞓前先做。唔係，其實呢啲嘢真係講持之以恆嘅。我已經停咗差唔多半年，然之後而家已經係肥屍大隻。所以本來我今日想捉埋你去體育救港。冇啊，我會肥死，我會俾大家恥笑。今日主要就係跑步啦。咁因為嚟緊我哋會喺港島區都會做一個跑步團。咁時間地點咧仲未定。咁我哋喺度策劃緊嗰個路線啦，同埋即係中間啲體能訓練。港島區啦，係咪都跑山？你跑平？唔係港島區其實好多跑步徑嘅，有好多沿住海旁啊，譬如中區嗰邊又有啦，東區嗰邊都有嘅，好多嘅。南區嗰邊都有，其實每一區都有。咁我哋睇下喺邊一區開始試行呢個跑步團先。咁啊，即係輕鬆啲。跑到北區。南區跑到北區，哇！要穿過條隧道啊，或者真係要跑山。係啊，真係要跑山。係啊，仲要遊跑到北區要游水添喎，要。咁我以前都有，你有冇跑過馬拉松啊？冇，我最極限，我對跑步。其實我跑步好講你嗰個人係咪真係適合跑步，即係去到當然，即係我哋成日都講話你去到你肌肉量有翻咁上下嘅時候，你跑步你就會好辛苦，或者唔係好適合，你膝頭哥會好傷咁樣。所以你要選擇嘅，你係跑步型啊，定係肌肉型咯？你一睇我就知道我係跑步型㗎啦。咁你都係去跑步。我以前有跑過馬拉松嘅，開頭。都不是很跑得曬，跟住後屘試過跑得曬都是差唔多四個鐘才跑得完，三個零鐘。我唔記得，唔係好 exactly 記得個時間。因為在香港跑馬拉松咧，即係都係通常都係跑渣打馬拉松啦。咁個路徑咧係可以跑跑過海隧道噶嘛。咁上車隧道上車落車，平時搭車你唔會感受到嗰、那個。係啦係啦，咁但係如果跑步嗰陣咧好惡頂嘅，因為咧喺隧道裏面咧，佢係因為空氣唔流通啊，你一入到去就發覺，哇原來係第二個環境，又再加上入去嗰下都還好，因為落斜輕鬆少少啦。不過其實落斜就比較傷膝頭哥，咁但係上斜嗰下就你係平時搭車你係 feel 唔到嗰個斜度，係啦，咁哇上斜又有長有斜就都。幾攞命，係啦，幾攞命。不過渣打馬拉松咧，有個好處就係、是你可以跑一啲平時你行唔到去嘅地方，係譬如青馬大橋。唔係㗎，紅隧成日都有人行入去㗎啦，係咪？譬如成日啲人拖住個夾就行咗入去咁樣。係啊，譬如青馬大橋，我第一次我跑唔曬嗰陣咧，
同埋我即係第一次，我記得好似冇報名跟住跑嗰朝，突然間啊，我都係想去跑，咁啊去試下跟大隊跑啊。咁跑到去青馬大橋，佢有啲人係專登，即係佢雖然係報全馬啦，但係佢上到去青馬大橋嗰度咧，佢係孭埋啲相機上去影相啊，剩啊。咁其實跟住就機會就係啦，就肯搭等巴士就走噶啦，咁樣。係啊，咁呢個就係、是、即係我都以前都有跑過下步，咁希望可以嚟緊。叫做搞一個港島區的跑步團，搞得、希望有聲有色啦，大家都可以一起嚟參與跑上太平山頂，跑上太平人，呢、這個可能是一個終極目標咁樣。咁啊，啱啱首先片頭咧有段片就係我哋上個禮拜四喺華貴社區會堂做咗一個關於動物保護議題嘅講座。咁我哋一做完呢個講座冇耐咧，就即刻收到華貴村有街坊係同我哋哦細眼係啦，同熱血貓民就求助啦，就話喺華貴村執到只貓 B B 啦。咁跟住我哋即刻揾我哋嘅貓民去照顧佢先。咁因為我哋而家大家都扯得好盡啊，唔能夠話24小時淨係喺屋企照顧佢咁啊，所以要帶埋翻地板嗰度，因為咧啲貓 B 咧要每隔幾個鐘頭就喂一次奶。你要即係夜晚都冇得瞓㗎啦，因為佢唔識自己食奶嘅，係啦係啦，冇貓媽媽喺度俾佢食，係啊係啊係啊，咁所以要每隔幾個鐘頭就要去照顧佢啦，去睇住佢啦，咁就係啦，我哋接收咗只貓 B， 咁就會暫養住一排先，咁同埋會盡快幫佢物色一個合適嘅。只貓都係黃色㗎，係係，咁啊。原本諗住去到啊，諗住叫只貓做四眼，咁我話唉，叫四眼可能都會有啲不愉快嘅經歷，不如叫細眼就算啦。咁希望不過希望佢咧越大對眼越大，應該會係咁樣。係啦，咁啊呢啲就係呢一個禮拜嘅工作啦。咁嚟緊後日都會再去華貴社區會堂就。約了麥潤培啊，即係之前民主黨啦，就退黨退咗出嚟，新退黨同盟，咁就同佢一起講一下呢個民主黨嘅其中一個原罪就係、是當年即係通過呢個領匯上市，而家已經變成領展，咁呢個領展霸權咧點樣去危害緊？呢啲係好地區，華貴村係好地區。其實有你話地區又唔地區，因為都涉及全港性議題，全港性或者一啲即係當時喺立法會入邊討論嘅問題嚟。一些政治上面的責任誰屬的問題是啊，咁呢個領展問題其實都大家都即係討論過好多次，我亦都相信有好多人係身受其害嘅。無論你係喺屋邨嗰度住，你係需要去用到佢哋嘅商場。周邊都即係我自己屋企樓下嗰個商場都係領展，應該類似都係領展嘅。咁你覺得好不屑或者好就係空鋪越嚟越多啦。因為佢死都唔肯降低嘅租嘛，咁空鋪咪越嚟越多咯。即係連我一開始入去，因為呢條屋邨一起好嘅時候，我已經入咗去住噶啦。但係到而家佢係即係差唔多幾年嘅文具鋪都執曬，即係我成條村就隔離已經係學校咯。即係樓下係小學，但係成條村差唔多幾，我估都有千幾人，因為幾個有兩三條屋邨係黐埋咁樣噶嘛，一間文具鋪都冇。然後百佳得本身一層是百佳嘅，而家縮到剩翻四分一層是百佳。然後唔知點解係又有 OK 又有7-Eleven咯，就仲要開正喺對面咁嘅樣咯。咁就覺得好奇怪。其實呢啲係咪應該係區議員或者係我哋自己應該係當時成條村都要去討論，究竟點解可以俾佢開完 OK 喺對面開 7-Eleven 咁樣？為所欲為會唔會即係當然我知道 OK 西粉一定俾得起租啦，係咪？咁但係居民係真係唔需要，即係我唔需要多一間 OK 嘅，你不如開大啲個百佳，或者係你俾翻個文具鋪我，甚至乎係你俾啲食肆我啊，屋企樓下一個食肆都冇，你至少都要行差唔多10分鐘至有其他嘢食。咁呢啲但係就變到佢如果真係純粹喺商業考慮上面，佢就完全冇曬啲咁樣。係啊，咁除咗呢啲就係佢會逼走好多小店啦。咁方法其實之前都講過好多次啊，包括就係、是、加租或者要你俾裝修，半年通知就即刻唔同你續租啦。咁你
你做生意一面對呢啲情況，你考慮到半年之後唔能夠繼續喺原鋪位嗰度做，你又要有可能有一啲搬鋪啊，咁你都要另外再花費一筆裝修都要錢啦、啊。係啦，甚至乎之前投資落去嗰間鋪嘅裝修錢啊，其他嗰啲都會令到你唔能夠繼續經營啦。咁但係呢一啲影響其實對嗰啲因為對嗰啲連鎖嘅集團式經營就不大嘅。咁因為佢哋即係全港咁樣開發係可以即係攤翻平，係低，係啦，嗰個成本咯。呢個係 economic of scale。係啦，咁啊，其實各個嘅港島區都嚴重嘅，即係一有屋邨就係一定有呢個領展嘅問題啦。咁華貴嗰啲佢直頭係將成個領展將佢哋原有嘅嗰、那個管理嘅嗰啲物業係想直頭係賣出啦。咁就如果賣出就變成一個。變咗唔知邊個揸住，更加商業化啦，可能又係會起一啲居民唔需要用到，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其實你即係當然你加租加得太勁有問題啦，但係或者係你趕走小店呢啲都係問題，但係倘若你做得 top 掂掂，你氹到啲居民舒舒服服嘅，咁其實即係可以話算咯，由得佢咯，但係而家連呢樣嘢佢都做唔到咯，即係作為一個管理公司嘅話。其實佢嘅責任就係確保嗰一區有足夠嘅服務啊，或者唔同嘅商户啊嘛。咁但係佢連呢樣嘢都做唔到。同埋就除咗係商場之外，佢都有管理一啲停車場啦。咁我哋又發覺幾條村啲停車場都有問題啦，即係都係管理不善，有啲停車場就係啦，就一係就不足，一係咧好極端嘅喎，一係咧就冇人用，係空置又唔能夠將佢即係改變用途啊咁。會導致嗰啲空間嘅時候，其他人攞咗嚟做其他嘅用途咁樣樣，咁呢啲都係我哋會關注嘅議題。咁啊，星期四即係後日四點半至六點喺華貴社區會堂嗰度，會同阿麥潤培一齊同啲街坊去探討一下呢一個問題啦。咁就今個星期仲有咩活動咧？都係係啦，都係差唔多，繼續做街站去宣傳呢、這個。五區公投全民制憲，咁啊嚟緊呢個星期都會多，今日我哋去完即香港仔嗰度洗街市啦，咁啊大家都會見到嚟緊呢個星期咧都會鬱敏會多啲同我一齊落區，將我介紹俾啲街坊識。教主都好辛苦。係啊，教主係超級勤力啦。嗰陣我哋見到啊教主幫阿天琪助選就知，即係早午晚集，哇！即係超勤力。咁我而家有陣時候你見我都唔係朝早起到身做早站，我都覺得真係實在有啲慚愧，都有啲係啦，有啲疏懶。梗係會攰嘅，會攰嘅。咁補選同埋而家九月選都唔同，九月選係一個唔得啊！而家開始嚟，差唔多係最後。搞多幾個鬧鐘咯，差唔多送幾個鬧鐘俾你。都唔係鬧鐘嘅問題，係真係攰到係啊，攰到係。不堪啊！真係，但係都唔得，一定要逼自己出翻呢個早站。咁就係啦。我同阿教主做即係一齊落區咧，哇！真係教主個魅力真係不得了。我哋前幾晚喺鴨脷洲村啊，教主落嚟幫我手做一個夜晚放工站啦。咁經過有個太太咁啊，望住阿教主就話：，你就係鬱敏啦！第一次真人見到你，平時電視機見你都冇真人咁靚仔嘅喎。佢話你真係好靚仔啊！即係個師奶，即係比較個太太比較，即係點講？即係佢矮教主少少啦。咁佢抬高頭，一個用一個仰望嘅眼神、仰望嘅角度望住阿教主，跟住雙眼有深深眼咁樣，哇！你真係好靚仔啊咁樣。跟住阿教主梗係乘機將我介紹俾佢認識啊！呢一個後生仔支持啊，係啦，呢個係四眼哥哥鄭錦滿，跟住佢一個人呢個唔得，太後生啦咁樣。哇！我都即係冇嗰種成熟嘅味道啊！冇啦，我梗係冇啦，真係冇。跟住就哇，見識到教主嘅魅力同埋威力。咁跟住我哋今日下晝去洗街市又係，其實我之前嗰個香港仔街市自己都有入過去。即係傻仔咁樣，hello 你好，咁啊，我係鄭錦滿咁樣，做完街站有試過行入去啦，好耐之前頭幾次。幾點行去先？都係啲中午過後啲時間。咁都好啲，因為街市我牛，你阻住佢做曬，我驚牛肉佬攞牛肉刀斬你啦。
係啦，咁都即係有啲都會 high， 不過可能佢見我 high， 佢咪 high 翻我轉頭。Hello， 我今日哇教主帶埋入去咧，就完全唔一樣嗰、那個氣勢同埋即刻，我有好多咧，一聽到鬱敏把聲咧，就已經即刻望過嚟，因為鬱敏把聲就係即係佢其中一個最強嘅。的威力和吸引力，有些聽聲就認到，因為平時可能以前都是只是聽開阿鬱敏在電台那裡做節目，所以一聽把聲就認到了。哇，有很多車過來，我聽了你網台很久啊，這樣那樣這樣，哇，那就真入屋了，真的入到我很多在街市開檔 的太太啊。除了是商户之外，有很多 去買餸的街坊都會認得，那就即更加方便我入屋，所以就不要再說本土派不入屋，就是入屋到爆，是就是這樣。那接下來這個禮拜都會多些活動和即教主會繼續帶我下去給些街坊和給些商户認識一下。還有今天呢，就今天挺好的，教主帶我下去立刻在南區又招到兵，即刻 有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咧，見到即可能我嗰個傳播力仲未夠，一見到個教主出 post， 即刻自己落嚟南區揾我哋，好似逐間鋪咁揾，先至即揾到我哋坐低休息，又話：唉，我要過嚟加入呢個公投制憲運動。咁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好似呢位新朋友、新夥伴、新戰友一樣，主動啲去。我哋有好多唔同途徑嘅，你可以直接上地板揾我哋啦。在呢個西灣河筲箕灣道38-44號華堂大廈一樓，我哋嘅地區辦事處直接找我哋啦，又或者上網去填寫嗰一個加入粵公民嘅表格啦，甚至乎咧就係揾我哋嘅街站，直接去街站嗰度同我哋嘅手足去溝通下，都可以加入到我哋。又或者你我始終都係唔係好想填方嘛，成啊有個所謂好正式嘅夾，你穿件黃 T 過嚟我哋嘅街站嗰度幫手都係無任歡迎嘅。咁啊，希望大家可以主動啲加入我哋嘅公投制憲運動，因為見到我哋嚟緊嗰個而家係每日出街站表，每日最少八個站，咁之後咧亦都會一路一路咁加上去，係非常之需要人手上嘅加入去參與啦。咁可以令一啲本身已經搶到好盡嘅手足，可以有一個輪替嘅空間啦。咁另外就係話一路加上去咧，就可以令我哋開發更加多嘅街站地點，可以接觸到更加多嘅街坊、更加多嘅群眾，令到我哋嘅公投制憲運動嘅信息咧，能夠去到每屋每户嗰度。咁啊，係啦，希望大家踴躍啲、主動啲加入。又或者是你覺得 你未必幫到街站手，可能幫到其他忙，都希望你能夠寫低話俾我哋聽，你可以在哪一方面提供到你的協助。咁我哋而家都非常之需要人手，特別咧就喺呢一個嘅港島中西區，我係暫時都係覺得爭咁啲，希望大家如果係可以去到中西區，你唔一定住港島。如果你可以去到中西區，或者翻工翻學之前、翻工放工之後，都可以幫到手做街站嘅咧。希望大家都好似同緊我講咁樣。係啊，你醒目啊！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踴躍啲加入我哋呢一個公投制憲團隊。咁我係啦，咁就第一節喺度休息一下先，因為哇，頭先真係都跑到，其實都休息夠噶啦，不過咧就係咯，休息一下先。香港仔嘅街坊，嗱，我係鬱敏，喺我右手邊呢位咧就鄭錦滿四眼哥哥，左手邊呢位靚女咧就係鍾婉梅。我哋今日嚟到呢度咧，就去啲商場啊、街市啊、洗下街，就介紹呢兩位咧，又英俊又瀟灑嘅鄭哥哥，另外就係好漂亮嘅鍾婉梅咧，俾啲街坊識嘅。咁咧去到啲街市度咧，啲反應都唔錯啊！咁啊，希望各位睇到呢段影片嘅朋友，記得今年九月咧支持呢兩位年輕朋友啊，為香港市民服務，五區公投，全民制憲。一定要贏！我哋咧嘅希望就喺呢啲即係八九十後嘅年青人身上，香港嘅希望、香港嘅未來就喺佢哋身上嘅。鬱敏咧。
大，都唔係似老虎，行埋咧就同佢哋周圍去同啲街坊打招呼。多謝大家。